阿北准备搭档三场赛事四班一千米嘅短途斗快赛啦，睇系咪准备？好啦，一起步嘅时候咧，烈风天马等等响包尾啊，前面最快弹出嚟外边系呢个好有声威，开始想杀埋嚟噶啦。见到中间胜在分秒啦，粉红三色金紫荆啦，内栏司马难追啊。中间有呢个有情风，外边有胆色，后边嘅马咧先见到外边川河快驹啦，中间金榜提名中国好啊，同埋一兵一卒啊。尾二咧就安德电，包尾就烈风天马，跑到对面直路尾咁滞啦，好有声威一抢咧就已经抢咗埋栏啦。跟住第二位胜在分秒，外边有胆色啊，内栏第四位有司马难追，中档第五有情风啊。内栏啦，咁啊粉红衫嗰只就金紫荆，外边川河快驹，后边仲有中国好啊，金榜提名烈风天马，中间按得掂嗰啲马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好有声威揈咗出嚟，中间依然系占先啲啊，埋边见到司马难追开始立上嚟噶咯，内栏位置有金紫荆啊，咁啊见到外档打冲锋咧，仲有呢只就系中国好啊，兜到嚟最后百零米好有声威依然系占先啊，埋边有司马难追追紧，但系外边中国好他着咗接近终点，第一名咧系呢只中国好赢啊，第二名司马难追啊，第三名有金紫荆同埋好有声威咧就相当接近嘅，以为好有声威一早出咗嚟先啦，但系内外都夹击噶啦。埋边五号系司马难追，外边九号系中国好啊。中国好啊，一条直路杀上嚟，咁啊前面啲马扯散咗，亦都利喺中外搭追嘅，咁啊结果今日俾佢追到啦。跑第二名咧就系呢只司马难追啊，第三咧金紫荆，第四咧好有声威，九五二三嘅。哇！睇臨尾呢幾步都係中國好喎，啲勢頭啊，真係犀利。司馬難追有個檔利啦，咁其實金紫荆都已經同你慳到冇得再慳㗎啦，喺嗰個位置咁樣。